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内内。总统大选将近呢，相信呢很多人会来总统府跟凯道这边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。那在游行跟造势的同时呢，大家不要饿了肚子。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了总统府美食。总统府建于1919年，前身为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，坐落在凯达格兰大道。每到总统大选时，这里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附近看似都是重要行政机关，但是还是被我们挖出一些好吃必吃的。那欢迎。壮壮，哎，等一下，他自己有想一个 slogan， 总统候选人选不出来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帮他选出好吃的美食。谢谢，吃美食喽，林哥，好不好？哇！先带大家吃早餐，这边呢有一个150元的吃到饱，就在国军英雄馆里面。然后他直到9点，我们赶快进去。它其实就很像饭店的早餐的那种感觉啊，150哎，以前更便宜，我记得以前不到100块，将近290。我更小的时候还更便宜，这个很有名。对，就是这种风格，好怀旧哦。这边有个楼梯，欢迎2楼养生早餐。空气中都有很怀旧的味道。这边是座位区，这边是自助区，主打少盐少油。好，这边就有蛋啊，素食啊。小黄瓜、面筋啊、豆浆、果汁、稀饭、炒面，可是好像已经被装完了，还可以自己烤吐司。怎么我有点 PTSD 耶？就像当兵的食物啊，我刚喝了那个豆浆，它的味道就跟当兵一模一样。新训的味道就是这个，而且这间生意超好，高朋满。听说假日会爆满。我们其实8点半来进来，有些东西已经没了。只要有来这边造势的话，建议早一点先吃饱。真好吃，因为以前很便宜，真的带着大家来吃到饱。你看这个像蛋，加个10颗就比去超商便宜了。你很会算呢，超商一颗现在都要15块了，加个10颗就回本了。对，它有道青椒炒鸡肉，我觉得肉超多的，肉很多啊，肉满满的，都加一堆肉。超华早餐推荐给大家。那味道呢？味道很清淡，就家里长辈简单炒出来的那种感觉。自助早餐来说选项有点少，但是150元又很合理，那可以满足营养需求，少油少盐无味精，我觉得是很赞。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想要吃点不负担的，对，就是很适合早餐。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吃的早餐，西式的话都淀粉碳水为主，就是比较难补充到这么多蛋白质。而且如果上了年纪，蛋白质吃多都会容易肌少症，就很适合来这里。以金牛座公关来说，这150是比较可以接受的，再盛一两盘我就可以接受。肉很贵啊，现在吃饱了，这边要自助收哦。英雄家族，嘉宾算英雄家族的一员吗？是英雄联盟家族的一员，暂时哦。酷耶，你们那时候是用这个吗？是女兵日记耶，野战炮兵。你好，最好玩极了。我以前都在里面都要装 man 哎。对啊，早餐是不是用的时候都很大方？用点名，连我都要装 man 的，内心都很想死。那你们那时候要一起洗澡吗？啊，我们有隔间，讲到很夸张，才10年前我在那边。现在已经有隔间了，但是空军司令部很先进的地方，没隔间很开心哎。我倒是想试试看。有时候不是会很敢说你们三个一起洗？都没有敢过。啊，三个我会挑我洗。喜欢的其实，壮壮刚刚在展示厨师，你以前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吃啊，你再吃一次。应该不是这样吧？你吃错东西咯，没有当过兵吧？壮壮只当12天呢，应该是扁平足男孩。你可以亚洲的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不是扁平足啊？这个是光是，我是扁平足，但我要当，因为我的角度不够。所以你角度够？对啊，差一点点免疫。所以你的脚是全平的吗？对啊，就没有那个不够的地方。好好，我为什么我要当一米？你去当扁平足。接下来一间，他的名字很可爱，他 Google 上面名字叫什么？默默备餐的阿北的无名蛋饼吗？对对 对。然后他藏在这个，就是把大家员工餐厅这边来尔夫里面，然后再经过他的自动门之后呢，会有一间小店。这里。平常这边也卖很多便宜的台式面包，你看它猪肉面包30块哦。不过蛋饼只卖到9点半。我们刚看了，想说这个价目表，它其实是涨价公告。22，很铜板耶，总统府旁边，而且北北的面包是自己烤的，然后它蛋饼是卖到9点半，中午下午呢会开始卖车轮饼来了，蛋饼22，萝卜糕22，然后买一个北北自己烤的葱面包是25，觉得它其实就是福利社里面有在卖蛋饼那种感觉，因为这附近很多公部门应该就是给他们当便宜早餐在卖这样子，这个好像是27，玉米蛋饼，有没有？北北忘记放玉米，他说那没关系，我要吃。北北很可爱，其实为什么 Google 会有那个？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那感觉，因为他就是很贵啦，在弄很木讷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民众就帮他设一个地标。对啊，那是人家帮他取的吧？他感觉可以印个这个招牌，感觉会很长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我
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其实这个早餐店偏有蛋饼路线，可是它在煎之前有先弄高丽菜丝，煎成脆脆的，它的口感会有点擦，多了个脆脆的。嗯，正常外面都卖到30块了吧？不然你看，其实蛮厚的啊。你一直夹、欸，感觉你也是蛮喜欢的。就是软软的、啊，我喜欢吃软软蛋饼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22块吃到是蛮开心的。这两位加起来不到50，好便宜的。那你吃看萝卜糕，萝卜糕怎么样？怎么跟平常吃到味道不太一样？它味道蛮重型的，对啊，怎么那种腊肉味道，奇特的咸味，嗯，很像一道料理的味道，它不是单单萝卜糕，里面有咸咸的肉块，有之类的。可是你也是一直吃哎，就没开价。那萝卜糕有点调味过，有点咸咸辣辣的口味，油油路线的，可是是好吃的早餐油路线。阿贝葱给蛮多的哎。它葱的地方很香很湿润，然后是蒜味的葱面包，面包本人也很 Q， 是有点小嚼劲，葱蒜的地方也很厉害，面包会越嚼越香。这真的很保障哎，你刚买价69块，很开心哎。这边离总统府非常近，只要大家肚子饿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来这边看北北有卖什么来买一下。元旦生节都可以来，那元旦生节可以。北北真的在默默备料，好可爱。你有司法大厦员工餐厅，我也可以去吃吗？等你出庭吗？这个民众是可以来吃的，10点半里面。没有自助餐，不用洽公也可以吗？对，内用外带都可以，不用被告也可以，不用出席也可以，出庭啊，出庭。便当80，然后菜色好像还蛮多的。我们有其他名单，我看他便当吃下去我们就不行。这个资讯很棒哎，凯道走一走，然后想吃便当这边就有啊。这被砸靠你啊！我们本来想吃一间已经退选的郭董广东粥，这个是不是在闹的、啊？对啊，地标在总统府旁边。哎呀，照片感觉都不是真的，真的还假的？还有汉堡炭烤，哎，我们真的把它加到名单，想出来吃吃看郭董广东粥长什么样子。而且它营业时间很奇怪哦，它只有开礼拜天，那其他天都休息。这是在闹的还是真的？礼拜天还是24小时营业哦。我在北一女对面，有没有北一女的同学会跟我？对，美女会看我们的频道吗？不会吧，素质这么好。好，谁啊？不要乱创地标，他们把它加到美食清单。还是因为郭董退选，他跟着就是太伤心了嘛。对啊，然后平常不会这么近看总统府，其实近看很壮观哎，而且很细节，有点壮丽的感觉。好看的建筑是好看的，它是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桃园街，就是有一些好吃的。接下来是这间三味香总统包子。听说历任总统都爱，都爱吗？听说每任吗？听说，那是一间很可爱的小面馆。这边是1959年就有了，几年老店，64。我们辱华了。来了，这个听说必点的是菜肉馄饨，好大个，太大了吧？大饺子，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肉包、豆沙包，然后一个没有在菜单上，听说一定要点的是炸麻面，炸酱加麻酱。炸麻面就是蔡明亮推荐的、哦。菜刀，我来试试看。对，它口味非常复杂，芝麻香，各种香气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口味比较绵绵的，面条是属于比较粗、比较饱满的，就吃的有嚼劲。嗯，我觉得蛮特别的口味。我们总统们最爱的肉包，我们这边有个很爱吃包子的人，对，你最爱吃包子肉包，那你来评鉴一下我们总统口味怎么样？下一个总统注意哦，我们先来帮你吃吃看这包子怎么样。我喜欢哎、欸，它的内馅蔬菜比蛮高的，肉跟菜都很多，它只咬起来有点脆脆清甜的口感，配上甜甜的肉汁，它包子皮也好吃。嗯，然后汤汁又不会多到那个包子皮变软烂。对对对，是好吃的。我本来只是以为地缘关系所以爱吃，是真好吃的。老板想说馄饨汤95好贵，然后他一送上来就好便宜哦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这比水饺还大。对啊，这比水饺大，它这样的比例尺大家看。大哎、欸，婴儿拳头大，菜肉馄饨，你看它中间太满了吧，超厚实的，根本是个小包子。它吃进去满嘴的青江菜味，真的，然后配上猪脚肉，这个馄饨问号哎、欸，好大哥！听说他们的猪脚肉是南门市场的猪肉，直接买现剁的样子，鲜味也够。嗯，然后这两颗就饱了。但它皮是比一般的馄饨厚一点，我觉得它是为了要包住那些料。我觉得单吃面皮的地方会有点单调，要配到菜肉。这一碗可以当一份主菜，可以，好吃又有饱腹。豆沙包，它豆沙包很像草间弥生哎。有哎、欸，那个南瓜还没上色。他们家的包子皮都好 Q 哦，很端耶。看到馅料，哇，好绵的感觉，吃好期待哦。它叫沉，硬度很高的感觉，皮很有嚼劲，豆沙很绵很香。觉得这间住附近可以吃起来，大家来造势，对，可以走过来试一下。弟弟在使唤哥哥帮他拍帅照，我帮他拍。对啊，平常都我们帮你拍。会不会被骂？怎样被骂？这样可以吧？关关，你是不太会帮人家拍照啊？我太嫌弃人家自己不怎么样。
对啊，不然你帮他拍我看，欢迎你的现场教学。Let me see see 哈，我觉得好像比本人好看耶，对不对？怎么会？这边有一间菜肉馄饨耶，赵记也是大颗路线的。这么想说都吃过了，大家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哪比较好？这家生意更好，可是那间包子好吃啊，总统包。大家冻蒜冻蒜海盗口渴的时候呢，我帮大家找了一间饮料店，天晴1982。它只有一间哦，没有分店，我来帮大家喝看好不好喝？客气。我们点了一个红玉红茶，还有乌龙鲜奶加珍珠鲜奶茶，乌龙鲜奶啊，这不是经典鲜奶茶，经典鲜奶茶不是乌龙，乌龙，我点乌龙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点乌龙妹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乌龙吧，要咬一下，吸到下面，哈哈，好色情，只要是乌龙就揍你，乌龙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奶香，茶味奶味好像偏淡一点点，水的成分比较高，珍珠有点 Q 到偏硬，就是变成说要咬有点久。好喝看它的纯茶类，红玉红茶，微糖微冰，完全不会涩，微微的薄荷香，但我觉得都还可以再更重哦，就有点太淡了，因为都是接近风味路线。对对对对，但是喝起来很顺口，因为是水子。这是赞美吗？听不出来。下一件我们来吃越南阿姨的葱抓饼，五世恒。要喝越南咖啡，他卖很多其他东西，来了葱抓饼加蛋加起司猪肉河粉，还有越南咖啡，蛮厚的，我来吃吃看。就是葱抓饼很常见的路线，然后中间是芝士片那一种葱抓饼，要特别分享出来，是软软的，口腔友善，越南咖啡，越南风味咖啡，好像伯朗咖啡，咖啡广场。我认识的越南咖啡应该会比较浓跟甜一点，都会有炼乳的香气。它就比较早餐店那种越南河粉，料给蛮多，然后里面有九层塔、金针菇、高丽菜丝、萝卜丝、洋葱。我觉得这间有点学生餐厅的那种感觉，跟柠檬味没有。它没有什么柠檬味，我觉得它的河粉比较没什么味道，主要是九层塔的味道，还有黑胡椒，比较没有川烫肉香气的那种河粉的感觉，像那个便当店铺的汤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葱抓饼还不错，然后大家游行走到下午的时候想吃个点心，我觉得葱抓饼可以来卖一下，可以外带走，一个顺便买对面的肉包。对，肉包就在对面。接下来呢是在对面一直都要排队的老王记牛肉面，排超长。我们点一个红烧牛肉面，还有一个猪脚面，还有一个单点的泡菜。你看那个牛油看起来很辣哎，它对面看凝固了，对呀，好油。牛肉面，他们家应该是主攻辣牛油路线的，那牛油香很香，牛肉很嫩嫩，它光看就很端，是一种牛肉汤、牛肉片，是加厚版的感觉。我觉得整体味道其实很像满汉全席，就是泡面的好吃版。有有有，层次更棒的，又好吃，肉香很重，连里面都很鲜香。那汤汁的味道吃到重点。对对对，而且你看他们其实点蛮多块的，你刚分一份里面都还有这样子好几大块牛肉。你看这边有这个可以加哎，大盆给你自己加，算是buffet了吧？虽然红烧看起来很辣，吃起来还好。对，香气为主，主要是香气。要加，就多一个酸味，多一个层次量。加酸菜很炸，也难怪它会排成这样子。里面是坐满满的，从中午就开始排队到那个打烊。喷到了 ，Apple， 对不起，不要看。那我想吃看它的猪脚面呢，它猪脚面看起来很厉害。你看它的猪脚超大块，完整，不然会切得碎碎的。真的猪脚面，你看这猪脚，你能感受到它有多软嫩吗？感觉骨肉分离那种。我吃它猪脚面。好软好软，很黏，而且嘴巴就化开，就是手一推它就散掉。不是铁红，主要味道是有点乳汁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汤很特别，是它颜色看起来很深，基本上没什么味道，就淡淡的猪肉香气的，口感有点黏黏的，有点小焦质感。它那个猪脚都被煮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猪脚本身味道就很够啊，所以整个味道还是很甜。那边猪脚卤的非常香，整体的味道呢都是靠猪脚本身来提味。可是猪脚也要加酸菜啊，来试试。好好吃，它配这个面完全又是另外一个口味。汤本来算很清淡，可是勾勾，可是有一点点小腻。对对对，加上酸菜又是泡菜，大家都加起来。每桌都点了泡菜，它泡菜很酷，它是用个桶子装，然后在里面现捞的，特别的味道，是台式的吗？不是台式的，很少见的泡菜味道。
单纯的青菜味跟醋味，还有淡淡咸味，这我还好。高丽菜本人的土味蛮重，因为没有甜味的关系。对对对，假如你是怕菜味的，这个就有点小酸，也有点咸。这个我不加糖，可能就是那种北方路线的泡菜。第一次吃到这个路线，我也是。我比较喜欢有梅子的台式泡菜，百香果甜甜的那种。真的快受够邻家兄弟了，这明明都还可以吃，它这个筋哇，还那么多，怎么这么会吸啊？那假金牛，浪费食物的假金牛。我就是对这种有骨头的比较没辙啊。不会不会啊，我每次看到都很头痛。你看他可以吃到这样，哇，干净哦，好会哦，好像什么婆妈哦，有在吃你们的口水。我们上次这样被说恶心哎，你看好多啊，不知道怎么吃，好像吃不起来。就是他舌技比较惊人吧，舌技惊人。练习了30年，嗯，到时候快猪脚不倒开，怎么有人在旁边舌舌掉？我爱吃。是封口猪脚，没还好吧？那恶心，我们就一家人那样吃还好吧？可是你还会反刍喂食给那个姑娘？对啊，都这样喂舔的。我真的觉得还好，可是我认识有人真的口水病，他连家人的吸管都不敢碰。人各有志，自己的习惯教育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就喜欢互吃口水。合作经过旁边有一间果汁，听说很厉害，来喝看。衡阳水果吧。餐后就是要喝个果汁来解腻，就可能要拿少糖，或是喝芭乐系列。你在谁谁聊着？哎，它食材很多耶，然后可以搭配的方式也超多的。我点的是某龟骨哩，点的是芭乐令狗。好，谢谢。他用的是乳香世家，是我喜欢的牌子，因为我平常会买乳香世家。我的是70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看起来是500ml，这个就是台北乳家，来，赶快直接喝看。它的木瓜没有打很细，还吃到木瓜果肉，还蛮开心的、啊嗯，因为有点在吃料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比起以往喝到的很不甜，不过它不够冰，因为它不加冰啊。对啊，它不加冰不加糖，难怪啦。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喝到700ml，可能是加了水加了冰，才会有平常喝到的那味道。它这个就是很单纯的木瓜跟牛奶原味这样子，我觉得算健康哎。哎，有够天然，你喝。只要你是追求原味的人，我就要喝这间。嗯、芭乐味好重哦，重到有点草味跑出来，就是有把芭乐叶打进去。可是我。我喜欢呢、欸，我觉得有点青菜味的，有点绿拿铁的味道、嗯，会不会是前一个是综合蔬菜？我想说怎么有个菜味？前面那一段还没出来，对对对，芭乐炸下去之后它就出来。但我们是喜欢的哦，不要误会。这间我蛮推的哦。好啦，大家游行想解渴养生，这间就很适合长辈，因为不会太甜又不会太冰。我自己也爱，你也是长辈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频道长辈，大家长。看起来还是很漂亮，智托星、长寿星，是可爱代表哎、欸。我刚刚才又被问，对啊，人家问我哪里的、欸，他说哪里，我说北女，北女，北女可以。我扮女装，我觉得可以混进去，因为也是漂亮的啊。可是你的腿毛有点长，可能要穿丝袜。本来想吃一间伯伯状元糕，它11点开，我们现在才2点，它已经卖完了。对，今天天气冷，生意很好。我不知道状元糕是天气冷会卖得好的东西、啊，而且上次你们是第一次吃到状元糕，对啊，爱心也是。冠冠说他没吃过状元糕，会好像也吃过，就是有年代的，我也好像也是第一次吃到。我想说可以比较看看南北差异。对啊，我们本来想说看不同口味，我们说2024哪个总统会高中状元呢？当做什么世运的张宇，天玉林，天玉林，状元高天玉林，可惜可惜。接下来是一个组合，我们刚刚在附近买了一个酒酿饼，然后再配公园号的桂花酸梅汤，这件很久了，我喜欢喝。我刚才发现没在拍我，现在拍你，好敬业啊！公园号酸梅汤，喝起来，可以了。来喽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吃酒酿饼呢，中间有料吗？我们来剥开看看。哎、欸，有酒味，你闻，真的是酒酿的味道、欸，扎实的面团。外表单看其实很像舒芙蕾，可是它其实剥起来像是大饼的感觉。哦，直接吃看喽。意外的蛮绵，蛮蓬松的。碰到舌尖上有个香气，嗯，酒味很典雅，有个高级的清香感，越咬越香，嗯，然后跟着淀粉，然后咬出甜味，其实蛮好吃的，而且我本来以为会干，就它不会，可能口水在疯狂分泌，对对对，它会一直疯狂分泌口水，放造势一整天啊，可能会需要战备储粮的感觉、哦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，这很香哎，嗯，但是感觉放很久也不会坏掉，对，然后拿出来吃，再配个饮料就是一餐了，那配我们的酸梅汤吗？我小时候就喝过，记得很好喝。它有那个厚重感，有很多路上的酸梅汤会薄薄的这样，好老成的味道。对对对，这感觉有那麻辣锅那乌梅汁的味道，感觉再兑一点点水，这两个很搭哎、欸。对啊，感觉有点穿越感。哎、欸，我想再回去买这个酒酿饼。哇，这个很好，买好几个，你可以带回去吃哎、欸，它有口味，红豆什么的，菜包。哎、欸，它常温吃也是很舒服的味道，冷冷的吃也可以。哎、欸，它有两个口感，它外皮是比较韧性一点点，然后中间是蓬松软软的这样子。嗯，
在嘴边湿湿甜甜的面，它是口水制造机耶，但嘴里很湿润哦，你要试试看。现在可以播吗？说试看吃这个啊。哦，怎么会？对不起，不会要试你的。质问的口腔，吓坏我，马上被我们要喝完。而且我觉得口味很有层次，不单一。听说是用很多中药材下去一起煮成，我喝到山楂的味道。有山楂，就是、有甘草，还有桂花，厚的好喝的，是幸福的下午茶组合。嗯。会不会总统府人都这样定啊？有可能呢。现在小英正在吃着酒酿饼，小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平常都吃什么，或是前总统也可以吗？马前总统、水扁总统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。下一个总统，你看到的话记得公园号酸梅。等一下，酒酿饼配公园号的组合。下午茶可以，好了，被问出奇怪。下一任总统不客气，这个美食名单拿去用吧。请随扈去外带，应该是随扈要看的。对，请随扈在下面留言。228纪念碑，这个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看这球体，它的切面呢是23.5度，代表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台湾。大自然一直以来都是球体居多，然后它呈现四方形呢，代表是人为造成这次事件。那四方也代表说，希望闽南、客家、外省原住民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不分彼此，和平相处这样。哇，历史小教室，我会常常来228，我真的没有在常来啦。哎，我真的没有哦，澄清。国立台湾博物馆在228公园旁边，很美，很漂亮。叫什么大英博物馆？它也是日治时期的建筑，是建于1899年，100多年前，100多年前，很厉害工艺。你看它上面那个雕。然后在当时呢，是台湾总督府为了展示殖民地成果的一个博物馆这样子。接下来是一间百年咖啡厅当下午茶，明星西蝶。它是1922在上海创立，然后1949年呢搬到台北，就是100年了。哇哦，不是俄罗斯风的？对，俄罗斯风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边很多老照片呢，时光走廊的感觉，哎，很复古哎。而且它窗边的雅座很可爱。来了，这边听说必喝的是这个罗宋汤，它要价450元，肉给蛮多的啦。我还点了这个俄罗斯软糖，听说是前总统夫人蒋邦梁女士最爱，因为她是俄罗斯人。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个俄罗斯奶茶，它很酷的是它甜度是来自这个，它是用凤梨跟木瓜熬制的糖，然后在喝之前先把它沾一点到杯子里，然后再倒红茶，甜度 OK 之后再加入奶变成鲜奶茶这样子。哦，花的喝法，哎，很特别，我第一次喝，有点高级感，价格也很高级，有总统夫人的感觉了，真贵，好有仪式感。我调了一杯，我现在试试看甜度，夫人先喝，那个吧，慢点，慢喝要炒怎么炒？甜度还行，可以再甜一点。这什么味道？凤梨的果香味，有吗？你刚刚其实茶冲下去的时候，就有果酱味冲上来。很特别耶，它是香味挺重，可是比较没有什么茶感，变奶茶咯。我很抱歉，流出去。有果香的奶茶，水果牛奶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可是我觉得水没有什么茶味，都是果香的味道。俄罗斯软糖，这个我也很好奇，我想吃吃看呢，因为我没吃过这个东西。它长得像香蕉椅哦，有一点。什么是香蕉椅？就是夜市会卖的白白那个，像凉糕，有一点像俄罗斯软糖初体验。听说菇味也有提到这个，好熟悉，就很像凉糕，每一口都咬出那核桃香味，又有一点椰子的味道。它上面常见的椰粉啊，可是很细很细，粉末那一种，会小。呛到那种，还不错，因为口感会更扎实，有点平民的感觉。我没有吃到尊爵感，那420，刚一口30，介于香蕉椅跟马蹄之间的口感，软软蓬蓬，有点棉花糖的感觉。这边低消是220，我们点了拿铁跟奶茶、罗宋汤，然后它还附酸奶酱，就可以搭着喝。他说建议先喝原味，我来喝看咯。哎，你看它。它是有加甜菜根，有可能，因为正常番茄不会那么红。哎，你很厉害，里面有甜菜根，喝喝看。我觉得蛮顺口的，牛肉香气蛮重，浓浓的肉香味。反而罗宋汤的酸感比较没有。你要加酸奶？我想吃它的牛肉。你是喝到一点菜的鲜味，很好吃哦。有口感，至于很嫩，然后肉香气十足。哦，更不会干燥。可是450还是蛮高级的啦，加酸奶试试看。这比较像优格，它是那种欧式酸奶，比较没有什么味道，浓稠奶味，浓稠感，微微浓汤那样的。就多了一点奶香味啊，因为其实你吃不出酸奶的酸啊，里面的菜更酸，回韵多了一个奶油汤的感觉，有点气势味感。对对对，那觉得450值得吗？只要财富自由，我会觉得450可以吃吃看。我都是总统夫人哦，吃这个应该还好。说的也是，我跟全世界的俄罗斯奶茶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刚刚忘了用，我们想说怎么那么稀，再做一次俄罗斯奶茶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来咯，我再帮你调配一次咯。果酱茶，深很多，深很多，深很多，再加入奶水，这个颜色才对，试试看咯。
差不多有多一点这样吧的茶味，香港是奶比较重。那你觉得有好一点点？有好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俄罗斯奶茶。所以今天晚餐带大家来吃泰式料理。之间的音乐太大声了，就用我曼妙的声音来为大家解说。我们点了虾酱、高丽菜、打抛猪、绿咖喱鸡，还有泰式奶茶。忍不住先来试试看泰奶，有够泰！关关表示好喝，但有点甜，手不要擦干，很厚，奶味比例也很刚好，我觉得很道地。接下来试试绿咖喱鸡，不夸张，这间真的好吃，椰奶、九层塔香气很重，里面还有圆茄、菜豆吸满汤汁。我们点小辣，这间口味真的比较辣，好吃，但好辣。试试看打抛猪，猪脚肉很弹，很大块，调味也很赞。这间我们真的都觉得好吃，推推。要等20分钟的月亮虾饼来了，超厚的，一口咬下表皮酥脆，中间非常弹牙脆口，而且每一口都咬到满满的虾肉，配上酸甜的酱汁，五告送。这间我们都喜欢，推推给大家咯。好的，我们总统府周边美食结束，从早吃到晚，晚上也很美耶，打灯。接下来要元旦升旗，然后呢总统大选这边也会很多的造势活动啊，找刚好来台北的话，对，附近赶快总统府附近，这边刚好也在西门町北车附近啊，对，累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名单可以记起来，那下一任总统的话呢，这个美食名单也提供给您咯。对，赶快去吃包子，看到喜欢再跟我们说。对，记得下面留言分享哦。随户门，对，随户门，这些包子啊、牛肉面什么都可以外带给总统吃。没错。最后呢，呼吁一下，那总统大选呢，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，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声音跟立场的人，好吗？那也希望呢，下一个执政的团队呢，能够善待我们的百姓。我们这一代人根本买不起房子，苦哈哈，生下来，对，生育率最低，赞，很哀伤哎，可是这是事实啊。希望可以善待我们，让我们大家生活更好，不然我们真的这一代年轻人一辈子买不起房子，用贷款40年，我也不知道缴完自己死了没有，有押韵呢。在，好了，还有我们的团购，剩下7天，可以趁这7天捡皮，骑士杯、乐扣杯、保鲜盒、雨伞王、天天口罩，现在又有疫情冬天，大家团起来，拜拜。有点年纪，在我们面前讲你有点年纪，还会30几了，我以为你20几。还瘦一点，嘴巴这么脏。3、2、1，腿一定有长，你自己看。专业的，拜拜。我会拍照吧。姐姐们好可爱哦。妈妈拜拜。我去采小黄瓜了。说见到光光要很久了。什么时候？该不会3月？拜拜。拜拜。